开，亏嘞，呈现一个鞭尸的状态，有没有？无录掉哈。欧啦 ，K， 哦。来吧，我是担心他等一下一直烧，你知道吗？他摸一次烧一次，摸一次烧一次，那样是蛮头痛。不过看起来好像是哎、欸，啊，每次都会烧两格，这个有点头痛啊，赶快把它解决掉。抽一支8000台币，好贵哦。阿凯抽了8000块，妈呀，真是坑钱的。那过不去，过不去，我们直接把它换过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趁现在火焰燃烧没有太多的时候，赶快把它除掉哦！哎、欸，再就好处理了，再就好处理了。手除这双冰花，这带等于六 combo 盾改耶，五 combo， 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五 combo。这样我才能除技能呢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五 combo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五 combo。哎，不下小了，有点危险。就给他超过一个六 combo 好了。下一关是路径隐藏哦，我减伤，但他只要打6000多，我觉得可以开木屋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五 combo， 直接撸掉他好了。哦，还有点抓痒了哟。哦，八峰如果真的平常在玩的时候，能够尽量的话就不要玩，嘿，因为他把你的转出的实力拉下去。可以看到我才练了2个小时，转出 combo 数就拉上去了。可是我这个再玩个几场，我转出马上就掉下去了。哦，他可以说是手残的救星吧。当初八方出来，为什么我一定会去打他，就是这样来的、啊。因为我知道他是一张很 OP 的卡片。没减伤会死、欸，看一下，一回合，直接干掉他，直接干掉他。
八峰第一次十颗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还好，真的十颗真的还好，相信我，十颗真的不多。哎、欸，听我这样讲就知道我吃了几颗了。每版的我吃了不少，对。每版的不死鸟是这样来的，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，哎、欸，这个已经隐藏在我这边很久了。哦，没有，每版账号的不死鸟是这么来的，这样你懂意思了吗？我只开一只哈，因为我要留两只常驻真伤，我要留第二只常驻真伤啊。对，我知道，让他消，我让他消，我无所谓啊，这很好打啊，我不开，八分开，一波带走他哈。哎呦，等一下。那按住没办法消，那这个消。哦，一波带走，一波带走。回体不算，我不是回体的、啊，我没有回体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开，漂亮，一颗星都没有，一波七，各位刷给他看，一波七啊，刷过去啊，各位。哦，应该我录完的时候，你们应该已经把它处理掉了哈，来了。对，就是那个画面，我的斜眼看到那个画面，只看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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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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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傀儡，呈现一个鞭尸的状态，有没有？没录到哈！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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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K！ Oh my god！ 这多少啊？两亿是不是啊？还是二三亿啊？我是看不上五了，应该是两亿啊！太长了，不好意思，太长了，你也知道。左下角，怎么做啊？哎，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。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